你天天整我，熬长你，还是给媳妇儿留个鸡蛋吧。哎呦我天！娘娘！哎，娘娘！哎呦我天！娘娘！哎，娘娘！媳妇儿吃饭。来了。媳妇儿，喝面你看。哎，进去，进来。还有黑醋罐回来。老公，你不喜欢吃鸡蛋吗？哎呀，你骗子，在家多辛苦啊，多吃鸡蛋不好。你走给我验吧。这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软糯香甜，真好喝。等会，再来一点，再好喝了，再给你转。你呢？做好了，在厨房里面拿去吧。哎呀，视频短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骨头还是留给你解解馋吧。还没好呀、啊？来吧，先收了。这下了吧，你吃饱了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媳妇，这黑芝麻糊软糯香甜的，一定做甜点。好的，你吃饱了没吧？我吃饱了，你慢慢吃吧。行，我吃饱了，你来。好的，你歇着。媳妇儿终于走了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今天吃顿好的，先尝。让你天天欺负我，再给你加点料。爷，这是嘛呀？爷。媳妇儿吃饭来了，吃啥今天啊？哎呦，点名有鸡排啊！来，哎呦，你看这个烧烤小饼好吃，来点酱。来，给你。来，放这了。哎，老公，你不做个外婆菜的吗？来，拿一个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有。以后等着你。那、真香、啊、哎呀、叮叮叮啊，这味儿老公啊，你刚才不是上酱吗？留不来你瞧那损手，瞧那个损色，太好喝了，你那边，再给我来一杯。哎呀，哎呀，喝点吧。老公，好了，来来，我给你加。
咋了吧？出来！你干啥？完了，芭比 Q 了，完了。留一个鸡蛋迷惑媳妇儿，用酸辣粉把猪蹄和蛋都掩盖好，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。想套路我，那我就来个将计就计。我再检查一下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媳妇儿，现在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又磕上了？哎，捡着吧。来，哎，哟，不酸辣粉吗？都一样的，想啥想啊？自己的鸡蛋，我就自己。还好我机灵，嗯，留了鸡蛋迷惑他。老罐，嗯，那沙水跳好看，你都不喝？喝喝。太好吃了！你咋出差？真的是太好喝了。哎，老罐，你喝了水，你喝上啥呢？有人。